您是在16岁就得到拉赫曼尼诺夫世界大奖的陈瑞斌老师是吧？哈哈哈哈哈！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天神降临，这个拉赫曼尼诺夫哈，这个帕克尼尼狂想曲演出的时阵哈，听讲似曾相识的女主角珍惜摩尔嘛，早已给你看给你听嘞哈。系啊，你是因为你有得过奖，所以特别早已看还是安怎？我16岁滴。就拉赫曼尼诺夫的比赛哦，这个作曲家就是迄个写了足侪伟大作品啦，对啦对啦，然后啊，迄个足侪电影吼，又把它用成配乐，然后 Jane Seymour， 我在美国的时候有碰到他，不只是当听VIP 而已啦，其实我还跟他同台做一些。speech 啊，演说啦，然后那个书底下有高峰的对了，没有，而且很多很多推动很多公益性的这样子，然后我也在美国五端去屌啦，开乐团，啊，他也是我的 VIP 啊，加感动，啊，珍惜摩尔去听一听就感动嘛。啊！又跟你讲什么话无？伊又甲我讲，伊当初拍这出电影的时阵，真正是因欠债欠到足厉害。安尼哦，嘿，啊，唔知迄阵也无出名，也是想无人知。哦。然后呢，就是伊嘛是，落尾坚持拍来啊，唔知影讲好，一直世界明星，大行变大明星啊咧。哎，你几岁就十几岁，你就出国去啊？啊，你迄阵打出来时，你嘛袂晓德文嘛？一个月。你哪家好打？这个打是对倒来。这戆大啦，这戆大，戆戆搞不清楚状况就个起啊。然后啊，唔知影讲迄个，我出去了，我就交阮家人十年都无见面啦。是啊，那是不方便。出去较知影讲费用真贵，费用真贵，刚才要卡一个电话，就真便宜。唔敢坐飞机等啊，坐飞机费用真贵，费用真贵，要卡电话费用嘛真贵。费钱啊，我都直接花啊，规去拢掉咧就对了。对啊，系啊，系。哦，所以真正是费钱就爱至少八块钱，我爱知影我赚偌济钱当用。费钱对美国转过来啊，足麻烦，足麻烦，迄个时机啊。我逐工都咧看存款簿诶，唔知话会落未？都一开始陈瑞斌出去。嘛，无人知影什么人啊？对啊。结果
过无久三冬就得奖，搁过四冬搁得奖，啊得奖得到即马有一百个无？可能有哦，可能有哦，超过一百奖啊，一堆奖啊！所以咱今仔日吼真感恩吼，世界得奖王陈瑞斌来甲咱现场。啊，所以吼，陈瑞斌老师吼，除了演奏这个国际这个古典名曲之外，陈瑞斌老师嘛定定啊改编一挂古早哦，古来百当前的台湾民谣，吴耀辉嘛改编过啥物？今仔日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闽西独家提。陈瑞斌老师的天鹅哦，不是跟他弹了哦，我倒唱一下吼，等下唱两句啊啦吼。啊，天鹅啊，要落雨，啊，风啊，抓在头下要滚哦，啊，滚啊滚，滚啊滚，滚到一尾顺流。Yeah.